阿才是我爹花了100两银子买回来的，全程就这么一只，我养了2年了。身价100两，养了2年，200两。这样最少要赔200两啊。200两，就算我一家人花10年都花不完呢。吴知县，阿才每顿都吃牛肉的。这样最少要赔300两。不行，送来了，他一定能问完这个问题解决的。太少了，太少了，请大家想一想，从花渠国运了一大条狗回来，并不是那么简单的。嘿，这笔账算起来可就大了，起码要赔500两。中壮士高见，500两。大伯，阿婆，你的屁股状况怎么样？又痛又血又牙印。你打跑我的阿福，他咬我屁股。你的阿才咬人就要别人赔你500两，现在我阿福咬你屁股。阿才是条狗，打跑一条狗要赔500两，打跑一个人起码要1000。阿才从花局我买回来的狗王，我阿福从法国买回来杂碎王，全程里就一只呀，我养了他2年，要你赔1000两是非常公道的。大人，以上如何？照你这么说，你对。你大人英明。法国的杂碎王，你阿福回来了怎么说？意料中事，不然怎么样？你赔1000两。如果他以后都不回来，赔。